我国市面上巧克力的原料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但其实我们国家自己的土地上也能种植可可树，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以及台湾。前段时间我一直泡在海南和云南，实地考察之后掌握了不少地手资料。这期节目重点要讲的就是海南的可可，是我对乡音所负责可可研究的李博士的促膝长谈的实录。虽然片子有点长，略枯燥，但绝对干货满满，诚意满满。我们进来这里呢，叫做新农热带植物园，它呢也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前两年研究所，是隶属于农业农村部的一个科研单位。这个我们简称叫乡音所。乡音所呢，成立呢在1957年，当时呢是为了国家战略而生的，最早是叫新农试验站，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结合这个一些特色啊，就慢慢转向了现在一定要做的一些研究。新农热带植物园呢，它成立呢是对外开放是1997年，是依托这个乡音所的一些收集的一些资源啊，研究的一些成果。植物园总的占地面积呢是600多亩。里面收集的各种植物呢有，3200多种，就包括香料、饮料、作物，还有一些珍稀的一些果树，一些那个观赏植物。它的主要一个其中一个职能呢，就是收集保存热带的一些珍稀的一些植物资源，这个是其中一个定位啊。另外呢，就是作为研究所的一部分呢，一个相当于一个试验基地嘛。它是主要是开展一些香料饮料作物，什么胡椒、咖啡、可可、香草兰，等等一些其他的特色香料饮料作物的一些，全产业链的研究，从这个种子资源收集到品种选育，到这个种植技术、病毒的防控，这个产品的一些加工方面的一些研究。全世界的热区面积比较大，我们国内的热区面积可能是整个全中国加起来大概50万平方公里，在九个省区吧。这个省区5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呢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一个就是，服务国家这样一个，比如说热带农业走出去啊，或者是这样一个，这个农业外交一个战略性的。作为这个乡音所呢，它开始可可研究呢就比较早，1960年有可查的资料啊，这个研究的成果从60年开始，那现在已经6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形成了一些技术成果，比方说，目前我们收集的全世界的可可种资源有，400多份、500份，这个资源量呢，占了全世界的在亚洲大洋洲地区啊，我们讲这个地区，分别占了第三位，这个是资源量很丰富。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品种选育的话呢，选育了一系列的这个品种啊，目前有这个品种。认定的呢是热饮四号可可，这个呢也是适合海南种植的一个品种，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品种啊。另外呢，就是针对可可的这个生长特点，这个研发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复合种植技术，它的这个病虫害防控的技术，这个产地初加工的技术。可可的话呢，它最早进入海南的话呢是在1954年，当时呢是华侨，也是华侨从这个印尼带回来一个可可果红色的可可果。查阅资料呢说是有里面有20几粒种子。当时呢就到了这个只兴带了隆一个吗？对，一个果，最早是一个果就是兴隆华侨农场交给了一个专人一个农户去那个什么去保育。当时呢，有20几粒种子全部出芽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比方说天气啊，一些病虫方面原因，最后成活了一颗。后来呢，组织大批量、大规模的去从这个东南亚引种这样一个可可作为一个种苗，引东南了，亚主要还是主要还是印尼，当主时要还是是印印尼尼，啊，印尼，组织了几批嘛，几嗯，批在海南岛的东，主要是东南部，南部乐东。嗯。乐东县，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地方，包括三亚，包括这个万宁。当时80年代、90年代，海南岛有一个叫做百万椰林工程，在椰林下面大规模推广种植。当时的种植面积有将近2万亩，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可可它是一个消费水平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比如吃巧克力是吧？我们那个小时候可能这种像这种80后啊，小时候能吃到巧克力的这种机会比较少，对吧？人们生活水平没有达到，所以说当时种了很多，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各种的因素结合起来，没有消化掉，这个、后端没有跟上来，当时的环境下啊，种完之后呢，就很多那个没有销路，就是有在一定程度上就萎缩掉了。目前呢，海南的话呢，种植面积还是有，大概3000到5000亩的样子，主要集中在这个东南部，万宁啊、陵水、琼海这一带。海南的话呢，它是蓟县的话，它的温度比较高，但是降水比较偏低一点，有些地方像这个东方啊、东方市啊、东方市长江那边有点类似于半荒漠化的这种一些气候特点。然后海南岛的北部的话呢，它就温度会适当的偏低，低一点。东部降雨量比较高，像有其实我们说东南部呢，像如果说到了过了陵水三亚呢，它的温度会更高一点，降雨量会比这边偏低一点，综合各种因素，兴隆这个地方降雨量有2000多，最高2800到3000，它这个整个这个气候环境、降雨、温度，其实最适合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呢，整个海南岛的各个的分布的话呢，也在万宁这个地方为主，最多目前种的最多。是因为最适合。对，其实也是最适合，跟它的环境也比较契合。海南的可可呢，最近几年受关注度比较高。我们这个也是在19年，开始了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可可文化节。通过这个文化节呢，我们就结识了很多这个，比方说市场端的一些朋友，还有这个媒体端的一些朋友，借助他们那个力量呢，将这个海南可可的研究的历史，还有这个种植的现状呢，去进行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宣传。这样就，其实之前很多这个内地的，从事可可这个行业的，比如巧克力行业的这样一些企业啊，或者是个人，他们对海南的这个各个了解其实不多的。我们前两年就接触到了，就他们做这个巧克力的一个行业的比较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嘛，他就是听别人讲说海南的可可做不了巧克力，是吧？他来了之后呢，我们用了这个当地的可可豆做成巧克力，他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还不错呀，然后那个发现因为他没有真实到现场去体会这样一个现场是什么样，是听说是吧？不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文化节的宣传，就让很多这样一个企业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对海南有一个认识，这是第一届。然后通过这个后面连续的3届呢，举办呢，就是更多的这样一个，包括这个，我们是作为科研端啊，进行了一些生产环节的，还有这个市场环节的，这种就是可可这个产业链的整个环节的人共同认识了解，更加深入的获取了海南可可产业的一个现状。那就是，大家对它认识就更加贴合于实际，更广泛，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研究嘛，引起了国外的一个叫皮尔马克里尼，它就是比利时的一个巧克力企业，在20年的时候就是买了海南的一批可可豆，大概500公斤的样子。这个呢，当时的媒体关注度也比较高。它这个用了海南的可可豆呢，在21年就上市了一款中国海南二次方巧克力，在欧洲的消费市场还有中国的消费市场都评价普遍比较高，就是比较它的风味口感比较有特点，就是红色水果的这样一个果香味，还有这个坚果的味道比较浓郁，就是作为一个单品巧克力的一个这个优势比较强。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去年海南的我们选了一个品系啊，后面会做品种，就是参加了国际可可大赛，这样呢就获了一个亚太区的一个金奖啊，当时是总共前进了50强，后来是金奖是16，是吧？我们是16个其中之一啊，这个呢就是让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可可从业者对海南的一个可可豆品质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啊，这个品质也是属于比较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这个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事件呢，就是国内外关注海南可可豆，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关注度的一个
一个并一个产区的一个品牌。现在这一个状况呢，就是很多国内外的巧克力的从业者，或者是那个一些种植的一些感兴趣的一些企业个人也好，就是纷纷的到海南来去了解，就是看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海南可可豆的一个生产的规模。因为目前的话呢，是其实我们说，有几千亩，其实零星分布种植的比较多。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热点。其实它这个可可每年成熟的季节呢是2月份到4月份，也是春节期间，一大部分呢就是作为这个水果被这种被在这个旅游市场消耗掉了。很多游客来了之后，愿意尝一下这个可可的这个作为水果是一个什么口感风味啊，吃起来就是酸甜酸甜，像那个山竹的味道。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加工出可可豆，加工可可豆每年其实量，就几十吨、一二十吨的样子，这样其实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产区，但是呢，它这个尤其是最去年，这样一个需求量呢，就联系到了要买，就是要那个采购海南可可豆的这样一个企业比较多，它这个量加起来的话，就通过我了解到了，它这个量的话已经超过了目前产能的3到5倍了，就是这个未来这个需求量估计还会持续的一个走高的一个趋势。这个呢也是市场的需求，然后也是我们科研，作为这个科研工作者去努力去解决，根据这个实际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你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可可它目前的主产区在非洲嘛，我们不能以铆定这个非洲作为大宗商品豆的这样一个目标区，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海南可可豆，它就是做成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品牌，或者一个独特产区的这样一个可可豆的这样一个品牌去，方向去努力。那么说。国际上这样一个，比方说优质可可豆或者是精品可可豆，它的价格的话，一般是这种商业可可豆的话，3倍，或者3到5倍，这样一个价格。这样综合考虑的话，如果说是，根据农户种植它的一个收益来讲的话呢，作为精品可可豆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话，它比较能接受。如果说我们去跟，非洲的或者大宗商品可可豆去竞争的话，我们其实海南不具有优势的。是，首先要找准定位，做那种，这种精品优势产。优质可可豆产区的这样一个定位去努力，这样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的首先要品种上面要达到这样一个生产优质可可豆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就是，依托这个收集的4、500份可可资源进行大批量的去那个筛选，做这个品种选育的一个工作，这个呢就是找出这种，优质，生产优质可可豆的这样一个品种，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相应的一个配套的一个生产技术，然后这个。种植管理技术，这个相应的修剪技术、病虫害防控的技术，对吧？后端的这个，以及相应的这样一个均一化的一个产地加工，也要跟上。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发酵过程对这个它的风味品质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要求达到这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加工的一个技术，这也是一个研发努力的一个方向。国际上的话，你像三大遗传类群克利奥洛，它这个的话呢，就是在全世界的它这个总的产量是比较少，5%左右，因为它这个虽然说品质比较好，但是抗性稍微弱一点。你像这个，在这个南美，像厄瓜多尔，我们说是当地的南极的阿尔巴这个品种，它是把它最早是把它归到克利奥洛，我现在也是说它是。来源于克利奥洛，但是它是现在分成10大遗传类群的话呢，就是它是单独的一个类群。另外呢就是那个弗拉斯特罗，最早它是除去克利奥洛，之外的，来自于这个南美热带雨林下的一个一大类可可的一个品系或者品种。其实有些这个文献上面解读它是弗拉斯特罗，它的字面意思什么叫 from forest，它是很大的一个类群。如果我们现在一般的说的弗拉斯特罗代表性呢，其实就是叫做阿门诺纳诺。它这个果实呢，像一个瓜形一样的，产量比较高，对吧？抗性比较好。目前全世界种的这个最多的这样一个品种，也就是这个品种。其实，在非洲产区，以这个品种为主，尤其是西非产区。另外呢，就是特里尼达，时间应该是1757年，当时呢，就是这个岛上种了克利奥洛，从那个南美收集的这个弗拉斯特罗，种到岛上的自然杂交，形成了这样一个特里尼达的一个类群。它呢，品质呢就。
介于这两者之间，产抗性也是介于两者之间。对，其实我们说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大类群，它是从这个比较大的大概上分成是。三个类群。其实每个类群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比方说这个，比方中国人，对吧？有不同的，比方广东人啊，比方说这个，新疆人啊，黑龙江人啊，对吧？我们不同地方，它多多少少也会有差异。其实它这个可可它也是一样的，可能克里奥诺类，它这个下面，它整体的这个，比方克里奥分类的话，它是从这个，果实的形状，对吧？来分类，它果实比较长，表面比较皱。它那个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种子，它的风味比较柔和，各种巧克力它就是更多的这种花香果香的这样一个风味，对吧？当然它这个类群下面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子类，其实我们说的子类从专业上讲就是不同的品种，叫种质，种最原子，始就是种质，一份种质，这个种质呢从大规模去通过无性扩繁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通过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嫁接的方法。通过嫁接的方法去扩繁，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不同这个雌株之间具有相同的这样一个表型，因为它这个无性扩繁的话呢，它所有的，接穗上的这个基因型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它就会表现出相同的产量、相同的这样一个品质，这个呢就是单一的某一个这样一个，其实就我们说的就是具体的一个品种了，比如说像那些的阿尔巴，对吧？这样一个品种。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做这个精品巧克力，它现在讲的话呢，就是单品单一品种嘛，说白了就是单一品种，就是真，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品类，是不是？它虽然说一个大类的话呢，它是整体的风味具有这个趋同性，但是它这个不同这个品种之间它还是有差异的，多多少少风味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我们要在这个做这个做这个。那个精品巧克力还是要需要把它区分开来，这首先是，当然是我们会在这个做巧克力的过程中，也会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需要不同这样一个品种之间的一个调配，对吧？一个配比出我们更丰富的这样一个风味口感。首先我们是要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品种，单一的品种，这个是就是未来做这个精品巧克力也好，它是也是需要去那个什么去实现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三大，传统上分成三大类群是吧？克里奥罗、弗罗斯特罗、特雷尼达。这个最早它分类呢，就是根据这一个表型来去那种来去分的。像克里奥罗的话，它这个果型比较偏长一点，就是外表皮比较皱一点，沟壑比较明显。它是最早选用的克里奥罗呢，一般红色比较偏多。像这个弗罗斯特罗呢，它的果型呢比较扁圆一点，像一个小瓜一样。特雷尼达呢就介于，因为是前两者之间的一个杂交种，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最早的区分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果实的长跟宽这样的比值来区分。克里奥罗的话呢，它就是长宽比大于二的，就认为是克里奥罗。如果说是小于1.5的，就是弗罗斯特罗。介于1.5到2之间的呢，就是特里尼达，这样是最早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区分方法。当然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其实弗罗斯特罗呢，它是除去克里奥罗，来自于南美热带亚马逊雨林里面的一大类这样一个各个类群，就是后来呢，就研究慢慢深入研究发现呢，它这个弗罗斯特罗里面有很多类群，就根据这样一个它的地理分布区域特点，还有这个表型。把它分成这样一个十大遗传类群，十大遗传类群呢，里面呢就还有克里奥罗，其中是一类，特里尼达就没有了，因为特里尼达是，克里奥罗跟弗拉斯罗它的杂杂交，交的一个后代，它里面很多的那个类群的名字呢，就是跟这个亚马孙雨林当地的一些地名，或者是亚马孙河流的支一流，个支流，这个名字有关系，其实它这个呢也是。其实这个不同的类群呢，它是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经过时间长时间的一个地理隔离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类群，这个是，当然呢，就是通过结合这样一个，地理上的表型上的，还有这个分子上面的序列上面的一个分类，当然也是，就是验证了这样一个实例呢，可能就是更贴切于目前的这样一个分类的一个特点。
啊，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来说，可可它分成三大遗传类群，对吧？克里尔诺、弗罗斯特罗以及托里尼达。其实我们收集的这些资源呢，三大类群涵盖的都有。这个呢要针对它每个这样一个种子资源的一个特点，去充分挖掘它，挖掘出它的一个，首先呢就是挖掘出它的一个特性，它的这样一个某一个种子资源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优势是什么，表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种子呢，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扩大成这样一个无心系，对吧？这个其实是往后面去大规模推广种子，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就国外的一般叫克隆，我们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品种，对不对？这个呢就是首先这是第一步，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鉴定评价筛选的这样一个这个种子的基础上，通过这个杂交的手段去进行一些改造，通过这一个优良品种的一些融合，一些那个选育更优良的一些这个一些品系或者品种，当然还可以通过一些这种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定向育种、分子育种的手段来去设计或者是那个什么实现我们所要想要呈现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点。海南的这样一个收集的资源呢，其实以特立尼达种这个类群的为主。应该占了70%，60-70%。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典型的克里奥的一些品系。太作少了。为生产呢，还没有专门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克里奥诺一个品系或者品种推向于生产。就目前做研究的比较多。如果说是我们当开发到一定程度，比方成熟之后，它的这一个种的田间的一个表现，一个抗性，如果说能达到这样一个，生产上的需求，我们也会把它推向于这样一个市场。目前的话呢，是通过这个海南省认定了一品种一个，热饮四号，这个是当时是，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选育的，这个后来大规模推广种植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品种。但是近年来我们也是，从这个可可的育种方面也，近些年也开展了10年的这个系统的研究，目前已经也筛选出一些的，这样的，首先是我们认为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品种，首先是从它这个，当然是大规模推广中，首先要保证产量的基础上，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对吧？这个呢是我们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科研工作者这个角度来去这样一个，评判出来一些这个品系品种，当然呢，我们现在呢也在跟这个后端的，比方市场端的，直接巧克力从业者，这样一个比方销售企业去一个接触，把它做成巧克力，它的风味口感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些品种的话呢，在满足这个种植业大规模推广种植的基础上，当然也要去适合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需求，这样才能保证这样一个产业健康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筛选出来呢，逐步呢会有一些香可系列的一些这个品种出来，陆陆续续会推广的，比方说像香可1号、香可16号、香可177号，这个呢会逐步的去那个什么去，去做这个市场，消费者端的一个适应性的一个评价。如果说是适合的话，就会大规模去推广。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在这个起始的这个初期的话，我们是目前推广的是香可16号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的话，它是不单单从这个产量上面，比较，具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平，风味上面，表现我们认为表现也不错，并且呢，它是也可以结合这样一个果实是比较大，作为一个红色的果实。作为这个鲜食水果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所以说呢，我们就作为首批推广了一个这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但后续还会很多其他的一系列的品种出来。像这些品种的话，我们会从首先它从规律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差异，比方说是我们主要选择的呢是归属于特立尼达跟这个克里奥罗这个两种类群的这个为主的这样一个品种。去重点的去研发，像目前呢，我们来分类的话，就是像热饮四号，香可十六号，这属于特立尼达的，香可177号呢，属于克里奥罗类的。首先，我们先聊一下这个整个这个
过程嘛，就这个生产环节对这个风味的影响。那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它一般是分成三个环节，品种种植环节，对吧？一个初加工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烘焙研磨，这个做成这个巧克力的一个环节。其实这三个环节呢，对这个最终巧克力风味的这个形成呢，都很重要啊。其实有，我之前有跟那个什么巧克力从业者他们这个去交流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三个环节大概每个环节对这个最终风味的影响大概占了三分之一啊，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品种与这个种植地这一个环节呢，也占了三分之一。种植地对它的影响大一点，还是这个品种。这个呢，讲这个之前呢，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喝咖啡的，知道有一个那个圭下咖啡，对吧？它是巴拿归马下。的巴拿马的翡翠庄园产的这个圭下咖啡。它这个公认它这个品质是全世界比较顶尖的，对吧？其实我们去追源的话，它这个圭下咖啡，它这样一个品种的来源在起源在哪里呢？其实，在埃塞啊，它这个品种是在埃塞，说种出来这个埃塞这个地方种出来圭下咖啡，喝起来这个口感呢，跟这个巴拿马这个地方种出来它就是有差异的。这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说明这个产地对它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这个品种，这个在其中起到了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它这个基因决定呢，其实它是决定的是内在的一个方面，比方说某一类物质、某一类香气成分，它这个在这个本身的品种里面产生了多少，或者它的原始的底物有多少，这个的话其实是受这个基因型决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其他的因素，比方环境因素也好，比方后续的这个发酵，还有这样一个烘焙，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修正或者是这个什么改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有些物质如果说是没有或者量多，这样少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改变的对吧？这个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这个种植环境其实种植环境呢对这一个风味形成呢也是比较重要的。比方说我们这一个气候环境，降水、温度、温湿度是吧？这样一个土壤的一个微量元素这样一个环境对它这个最终风味的形成也是有影响。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前面这一段，比方说针对某一个品种。还有这个环境，如果说让我去区分它这样一个对这个最终的影响的话，就是前面这个三分之一，品种跟种植环境，分别就各占一半。所以说，在我们去吃巧克力的时候，比方说去追求某一个产地的，刚才说了是追求某一个产地的一个风味的影响，对吧？这个呢，就看你是怎么样去看这样一个东西的，比方说我们是克里奥罗的，还是弗拉斯特罗的这样一个品种，就你比方在同一个地方种出来的，它吃起来可能就是不一样，对吧？因为它这个基因型所决定的，它是原始的这样一个底物，然后它的一个可可碱的含量、多酚的含量，还有这个花青素、类黄酮相关的这些含量不一样，所以说造就了这样口感就是不一样，这个是品种本身所决定的，当然这个环境可能会对它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改变，对吧？这个就看你怎么去。去选择去均衡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呢就看我们去怎么去，比方理解。去理解，去认识。然后我们如果说现在，要求不是那个很严格的话，比方说海南的，来自于海南的可可豆，它可能就是大体上它会有一个风味的一个区间，这样一个我们说。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比如说海南产区的，这样一个可可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再去详细的去细分的话，它也当然和海南可可还可以分成不同的这样一个品种。首先是海南岛嘛，它也是虽然说不是很大，3.4万平方公里，是吧？它不同的刚才讲了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域，像东线，或者像西线，或者像北部地区，它这个环境上。气候上，它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差异，这个差异呢，也会从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到这样一个细微的一个变化，这个呢，另外就是刚才说到这样一个品种，对吧？不同的品种种植下去之后，它这个品种之间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差异，当然是我们是在这种很完美的追求，比如最终追求下，我们当然是需要这样一个单一的这样一个品种。种下去，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区域，比如像万宁这个一个地区，它可能是环境比较类似，比如说在海口这一个地区，它这个环境比较类似，
但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目标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要求目前达不到这样一个情况下，或者是，这样一个起步状态，一个状态下呢，我们的海南可可豆也可以把它统一的，海南生产出的可可豆作为海南可可豆。那您觉得这个真的算是最终追求吗？一定要那么的极致的或绝对的单单一个品种吗？首先看你是什么是定位，咱们做一个，终端的一个巧克力的这样一个生产者，怎么去定位？我如果说我就是为了做这样一个，单一地区、单一品种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产品，这样去定位，然后这样定位完了之后，你要看你的这个受众有多少，受众有多少？另外呢，就是你的受众的接受度有多少？这样就是我们要说一下综合考虑，这样一个，比如说你的经济效益。对啊，这样一个成本跟你的收益是多少？那综合考虑这样一个，对啊，我们只能说是理想上来讲可以这样去追求，但是怎么去实施，那也考虑多方面的一个因素。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海南的可可豆，它是我们现在定位把它定成一个叫做庄园豆。它是主体的品种是热饮四号庄园豆，它是比这个咱们讲的单一品种，它是稍微次于这样一个单一品种。它其实说的直接一点呢，它是比如说也混合有一些，比如说食生素，它这样一个结的果实呢，它会有一点这个差异。我们打个比方嘛，是一个圈，对不对？这个一个庄园豆，然后要是讲这个精品豆也好，比如说这个单一品种的可可豆也好，就是比较针对性的一个品种，它是在这个大圈里面其中一个小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可能就是风味，口感更具有针对性一些。庄园豆呢，它这个范围呢会更大一点，但它是海南具有海南豆的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特质，比如它的一个风味，比如红色水果的这样一个风味，比如坚果的一个风味，它就是这样整体的一个特点，一个特性，它的可辨识度很强，一口吃下去我们。可能就知道是海南豆，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可能是一个中等水平，这个中等水平。当然，它是我们要做到这样一个，后续的就像之前讲的，做成这个单一的这样一个选出这个单一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是吧？比方说这个品种之间进行这样一个配比，然后后端去做这样一个去调配这样一个产品的时候，也当然也会去考虑，这个呢，就是这样一个海南可可豆，然后说它是当然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精品化一个方向。然后这个特定的一个地区，种出这样一个然后特定的一个品种，特定的几个品种，这样的一个可可豆，这个是最终的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的话，我们是主力推广这样一个嫁接苗和单一品种的，纯度比较高的单一品种。它这个的话，目前是主要只能从这个香薰所得到这样一个，比较优良品种的这样一个嫁接苗，因为这个品种是选育的是由香薰所选育的。我们推广的话，是想得到这样一个品种的种苗的话，只有通过香薰所。如果说是买去种那种实生苗，也就是通过种子繁育的那种实生苗，可能外面这个繁育的门槛比较低，技术要求不高，可能都可以去扩繁。食生素它这个繁育更简单，拿种子种出来出芽就可以成苗就可以了。可可的话，它是一个遗传背景比较复杂的，同一个果长出来的这个种苗，长大之后结的果，这个形状、颜色都不一样。其实我们说的克里奥洛或什么东西呢，它，在这个表现呢不一定是纯的，要纯的100%的一个类型的。它这个其实它在这个什么自然生长过程中，它也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杂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克里奥罗，是吧？它也是有下面不同的品种啊。其实这个克里奥罗呢，它这个果型长得像克里奥罗，它可能比方说其中的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像克里70%的克里奥罗，80%的克里奥罗，它有其他的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品种的。类型在这个什么基因型在里面，它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花粉，
它会产生分离。但是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指定单一品种，比方说你要去买这个热饮四号啊，或者是那个比如香可系列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品种，目前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刚选出来，集中这个品种是在香精所，还是通过香精所才能那个获得这样的种苗。现以目前一个总体的一个形式啊，就是它的种植规模不是很大啊。其实，从现在接触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就是表现出对这个种植业的一个，比如兴趣比较高但是真正的去那个去实施的可能不多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国内可可的一个从业者，他们可能最更多关注的就是，比如如何拿到海南的可可豆去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市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需满足市场的一个需求也好，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它这个整体的规模在这里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还是要从这个种植端去那个去发力，就是如何去扩大这个种植规模。其实这个，我也在有时候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其实种植的话，我们最直接的还是让这个当地的这样一个。种植户去种植，这样才能从这个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如果说我们企业的话，它可能也是，毕竟是，比方说你的这个种植的规模也好啊，你的承，这个从这个资金各方面的管理，这个承受能力也好，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这样一个接受范围的，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前期这个科研方面我们这个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已经有积累了很成熟的这个品种种植技术以及这个一个。管理技术，这个不用担心。其实农户他观望的是什么呢？观望的就是我能不能从这个从事着可可种植这个领域赚到钱，拿到那样一个收益。接触了一些这个想从事可可种植的这样一个个人或企业，他们去跟农户谈这个土地的方面的一些流转呀，或者是那个什么去，希望农户去种植啊。农户就说我这个种完之后，你收不收啊？你多少钱来收啊？是不是？他其实农户他想，种植户他想看到的直接的这样一个，拿到手的这样一个利益。可可种下去呢，它是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对吧？它的结果，到这个生产期也有5、6年的时间，其实它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就是，我也希望呼吁，我们这个，这个国内的精品巧克力的从业者，或者是这个。企业或者个人也希望，花点这个精力啊，或者是关注度啊，去到这个种植端的早期的一个庄园建设，其实也是对企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这个益处，对吧？作为一个最早期的建成的这样一个国内的可可的一个庄园，比如一个到后端到后续的作为一个稳定的一个这个原料的一个来源基地也好，这个都是比较有益的。我就说，可能是前期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因为要忍受几年的这样一个非生产期，还有一个前期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其实如果说当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示范效应，比如说我这一块地种了一片，比如1公顷也好，比如说2公顷也好，比较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周边的农户他看到实实在在看到这样从事这个行业的能拿到比较好，比较可以的可观的一个收益，那自然而然就去种植，这个量自然而然就起来了。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前期可能也要经过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阶段。我也呼吁这个小微从业者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种植方面的一个环节。这个园子是应该是国内最老的一片可可园了，这个是84年种的，到现在有30多年，将近40年。它每年开花结果都在这一个位置，它不会无缘无故在这很平的地方它开花，开花结果的地方比较专一，代表爱情，专一，对吧？